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介绍删掉，把用户给删掉。删掉用户，这个速度就这样吧。我是让他登进去，直接全选，直接把用户全部干掉。啊，这样呢，三个可以轮着来，删掉、创建、校验、删掉，一起选，然后删掉，然后注销。OK，没问题啊，这是删掉用户。OK，这个删掉用户还是没有问题，就是直接点选择所有，然后把它删掉就可以了。